每一位受害者都是处在风口浪尖的负面新闻，而且每个人的死情绪感都非常强。对于这个疯狂的家伙来说，这是一场游戏。为了追求更轰动的效应，手段一定会继续升级。 你去看一下受害人的情况，我到周围查看一下。韩晨，你还记得昏迷之前发生过的事吗？我不记得了。你醒来那个地方，你之前有去过吗？你不要再问我了。记得后面的事了。失忆啊！你们等我一下。 我特意过来跟你道个别，问你电话号码告诉你。以后别做这么多余的事儿。喂，我过去找你，给我吃饭。我的时间很宝贵的。吃午饭了吗？我没有时间。我要是现在告诉你我恢复记忆了，你不会打我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叫我来陪你，就是干这些浪费时间的事儿吗？那说不通没了。我现在是恢复记忆了，但我出门之后就不知道了。千万你天气不错，要不然我们出去走走。 我要回去了，拜拜。我跟你说，你肯定不信。我昨天晚上竟然又梦到你。呼吸关节有同一种武器打的痕迹，造成粉碎性骨折。几乎是以相同的手段被折磨致死的。今天怎么样？现在还没信。一个人面对他会不会压力太大？发现犯罪嫌疑人。凶手。 就是故意想让警察发现他残留在现场的照片。那刑事非常的缜密，这么一个人却留下了照片，只能是他故意让警方发现的。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从犯案的时间往前推一周，这两点之间谁出现的频率最高，谁就是罪犯。所以你之前都是对我在演戏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哪都不准确。 和我一起到了一个快乐而宁静的地方。我韩晨从小到大都是吃软不吃硬，你想怎么样？别想走出我的世界。你真的从来没有爱过我。 为了爱情，我可以牺牲生命；为了自由，我可以牺牲爱情。你好，那个男的是谁？